来，这一次我们要帮助老师干掉所有学生。哎，弄一个二五载的自我修养，带7块钱，准备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上来一样的，巴克斯抢劫，让你去告诉这边的老师，哎，然后去找这个蒙蒂买东西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把这边的心机表给送走，所以才带这么多钱嘛。下来买这个录音笔，注意，好的，按着第三个，够了，然后再回去挑衅。是的，你爸永远都不会为你感到骄傲。然后的话，这边叫老师过来，把他送走。这一次其实送不走他，送走他的话要等到这边的吃饭啊，我还要把他换回来，是要干掉这边的，哎，不是蒙迪，哎，不是蒙迪，辛迪，来吧，想当我的 boyfriend 吗？是的。你怎么就温柔贤惠了？你怎么就温柔贤惠了？啊，强奸呐！啊，我的天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强奸。哎，辛迪，人家不愿意当你男朋友不算强奸啊！哎，去找这边的校长吧。我们就拿这个录音笔，你看这边有一枚金星，哎，金星嘛，谁都想要。来吧，哎，厉害喽！你不会承认的对吧？我有录音。哎，那这个事儿就好办。好吧，这边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辛迪就被我们干掉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一会儿利用这个辛迪把这巴克斯给干掉，因为巴克斯喜欢辛迪嘛。过来，去买一个悠悠球，这第一个什么悠悠，哎悠悠，哎不是悠悠啊，是悠悠啊。OK 的，注意啊，这边要消耗苹果，必须要消耗苹果，消耗苹果过来。哎，老师，我找的这边通行证呢。哦，老铁，这你把我卖了呀？哎，真扎心，哎喵的，哎，傻逼老鼠拖我下水啊，因为我怂，哎，我怂嘛，行吧，那我去试一试，找蒙迪啊，不是，找纳吉，哎，你这么看着蒙吉把我啊，不是，把这个蒙迪把我看着，我就想蒙迪，嘴糊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来，咱们找这个蒙迪，哎，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纳吉，聊天之后呢，就能触发。清洁工那个对话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四眼仔也干掉。OK， 我恨你，哎，因为他给我吃了这边有毒的鸡块，吃下去，不然你看着像个娘娘腔。心里说的，好，我这就吃。哎，妮妮一会儿也会被我们干掉，怎么干掉呢？大家看啊，你看这个巴克斯，哎，把这个吐的又吸了进去。我去，恶心恶心。来吧，饼干这个单词你写错了，你不认识字啊，但是蒙迪可以啊。我要卖你一库，不是，我要卖你一户棺材。拿到眼镜，然后再给我们，我们选这个最下面这一项。哎 ，wonderful， 神他喵的 wonderful。来找这个大妈，选这个我们要去这边的 washroom 啊。要去上这个厕所，让我们再出去。还有一个苹果，看好，扒着墙走，扒着墙走，敲门。哎 ，boy next door 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是来向你报告的，不是我也在偷听呢。完，这边的话，妮妮会被他一枪干掉。他拿出了他的大枪，哎，然后妮妮可怜的妮妮就不在了。好，金星全部有了。这边我们要干掉纳吉，怎么干掉呢？利用他这个宝洞。我们说我们这边有鸡块，给纳吉说我们要去参观他的宝洞，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下去。我们去拿这只狗，哎，把这只狗拿走，哎，让我们说，我们要上去了。哎，阿普尔盖特老师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辛迪的狗，纳吉。纳吉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居然把这边的狗给弄死了！纳吉基本上是人畜无害的。你看，一个带球撞人，
垃圾就没了。好的，准备。Thanks. OK. OK. 四分五九秒五四。脑实现成功开进五分钟大关。漂亮。哎，真是不容易啊。